最轰动娱乐圈的就要数艺人们的离婚事件了。离婚主角之一的汪峰被爆出新欢就是章子怡的消息，立刻引来了众人的围观。日前章子怡现身上海为自己的新戏非常幸运宣传造势，一上台就对自己低调现身西安为汪峰演出捧场的说法澄清了一番。我让大家失望了，因为我没有在西安，我怎么会在西安呢？我是在上海。众记者们自然不会简单的放过章子怡，面对大家的旁敲侧击，章子怡最后还是认真的回应了自己的感情观。其实汪峰老师自己已经辟谣了，你还需要我再多说什么吗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现在的心情，就是其实我跟在座的每一个朋友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大家都会有收获爱情和失去爱情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是再正常不过了。章子怡更期待大家多多关注自己担任制片人与女主角的新片《非常幸运》，作为当年过亿的票房电影《非常完美》的第二部，章子怡对《非常幸运》充满信心。